热的清油中化开，适宜的温度里，羊油渐渐散发出特有的香味。再把切成小块的羊肉倒入油中，反复煸炒。几个月前，47岁的阿布莱提克里木刚刚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。从厨25年，他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抓饭制作工艺。 在胡萝卜的配比上，阿布莱提师傅坚持用1/3的黄萝卜配1/3的黄萝卜。作为半耐寒蔬菜，胡萝卜洗光是以较长时间的日照，特别是在营养生长期，光照强度需要达到中等以上。 适宜种植胡萝卜的土壤为土层深厚、土质疏松、排水良好、孔隙度高的沙壤土。这一切都使得新疆成为中国胡萝卜最重要的产区之一。今天，沈清礼开车来到距离乌鲁木齐市区40公里外的80户乡新火村收萝卜。 每年胡萝卜收获的季节，就会有大批外地人来到新疆从事采收工作。由于中午日照过强，温度太高，采收工人通常早晚工作，中午休息。但是今天因为要赶着采收沈清礼订好的那批黄萝卜，工人们正匆忙吃着简单的午餐，高强度的劳动正在等着他们。 我做这生意10年了，这个萝卜销量挺大的，冬天夏天一年四季专卖萝卜，日料不卖。冬天嘛自己存一点，夏天搁这地里拉一点。一般的这个新疆人都喜欢炖羊肉了，做炸饭了，容量挺大的。要到伊犁那伊犁去，一般的 70%来做炸饭，它都是红的多，不是黄的。到南疆去，一般的是黄的多，红的少。到乌鲁木齐这一块呢，一般的都是。 这个黄的跟红的几乎对半，有的黄的多一点，红的少一点，哎，各地做法上的不一样。像沈清礼这样的外地人，看准的是当地人的菜篮子。新疆自古以来蔬菜夏季多，冬季少的状况，这些年因此得到改善。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销售，而对于沈清礼来说， 自己是把青春奉献给了新疆，在这里的胡萝卜生意维系着他一家老小所有的生活和希望。我们就是靠这个生意嘛，给我们两个老婆两个做这生意，供孩子上学嘛，念书。收获的黄萝卜经过清洗后，通过发达的物流进入全国各地的蔬菜市场。 也进入像土尔逊别克这种普通百姓家的厨房。土尔逊别克正在制作的塔什干抓饭，最重要的原料也是洋葱和胡萝卜。32岁的土尔逊别克，目前正在乌鲁木齐经营一家翻译公司。 业务涉及汉语、维语、乌兹别克语、俄语、英语等多个语种。从2004年开始，一本上大学，一本就开始做这个，到现在已经有8年多时间，就是专门给全国各地的北京、广州、上海都有，全国各地可能有100多个公司，我给他们翻译资料。目前在新疆生活着近2万的乌兹别克族人。 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。土尔逊别克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留学，在那里，他学会了塔什干抓饭的做法。塔什干抓饭的特点是全部采用黄萝卜，洋葱的数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。
与萝卜的配比甚至可以达到